因应南部有几个县市天高这个疫情拢升温，嘉义县高度警戒。县长翁章梁特别伫咧14号内召开着跨局处的准备会议，根据着各局处的组织任务来分工，全面来盘点着天高这防疫药品物资、人力和医疗准备，再度要求各局处来督导着嘉义县内各风险的场所，包括工地、市场、外籍劳工的宿舍、菜园、农场。行处来加强自身查核的频率，全面防止着疫情移入。日前卫生局协同警员、村长啊，有所长来配合，到客家进行化学喷消，嘛拄着真侪阻挡。县长张良提醒民众一定爱配合，若是厝里需要喷消，需要者嘛会使提供执行天狗日紧急防治工课请假证明书。同时，伊嘛呼吁依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36条，民众应该爱配合检查、治疗等防疫、检疫的措施。若是有违反，将依第70条，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。千万唔通以身试法。卫生局长赵文华表示，台南还有分林确诊的病例日益增加，加上最近拢是有午后的雷阵雨，民众可能因为工作还有生活圈往返台南还有分林地区，一定要做好防蚊的措施，户外活动的时阵穿条浅色的长䊈、衫裤。使用政府机关核准的防蚊药剂，居住的所在加设纱门、纱窗，并且减少外出。此外，最近若是有出入东南亚，也是疫区返国，若是出现疑似的症状，就应该要尽速到医疗院所来就医，并且主动告知旅游活动署。赵文华呼吁，杜绝天狗日上重要的关键，就是确实寻到清刷、清除积水的容器，提醒民众全家知青总动员，做伙动手做防治，共同守护生命健康。最新新闻中心解关采访报道。We'll be right back.